一百万辣度怎么样啊？一百万辣度这么怎么样啊？今天大家的胃口，我们挑战马来西亚一百万辣度的鬼椒面，这个大家要一百万辣度，要比普通鬼椒面辣一百万辣度啊！先把酱料给放好。对了，我上次挑战过一次，给我辣没法形容了。它这个酱料特别浓郁，来吧，我们再带上一层小米辣，吃辣就吃过瘾。再吃这个大辣椒。这个辣椒是真的啊，真香！可以搅拌一下，辣椒就来辣两头了，来点空空的，开吃啊！一口没感觉，快点尝！知道我为什么要快点吃不？哇，对到了，一百万辣度，怎么样啊？一百万辣度这么怎么样啊？一味就知道会怎么样的啦。不要模仿哦，让我吃就好了啦。辣的说胡话了，好像。是你个鬼啊，还不辣，不会看看幕后花絮吧，别模仿哦。